Hello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我们的方舟公园啦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要把我们所有探索地形都给探索完毕。好，我们只剩下最后三张 DLC 的地图。好，我们今天把这个所有地图探索完毕之后呢，再开始进行我们的挑战任务。好，我们那个不是挑战任务啦，再进行我们的战斗任务。好，我们的战斗任务也非常的多啊。哦，我先把枪换下来好了，好吵啊！好，我们的战斗任务这边还非常的多，DLC 也有 DLC 的战斗任务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进去等于是找死哦，它有50个 DNA 可以取得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是一步一步、按部就班的慢慢来。不过这不是今天我们要闯的主题哦。等我一下，我调整一下我头盔，好。我们今天呢，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最后这三个 DLC，全部都弄光光。哦，这边 DLC 啊，DLC 哦，穿云梯车啊，然后飞龙台哦，就代表说可以看飞龙。哦，这个是珊瑚尖哦，珊瑚尖能干嘛呢？哦，不晓得，到时候应该就知道了吧？哦，没有，我刚刚那么靠近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看一下有没有在录影。呵呵。哦，因为你知道这 VR 这种东西，你要一个人录影，然后一个人听，一个人看，其实还蛮耗时间的啦。真的，我觉得做这种 VR 的游戏真的是需要有人帮忙，不然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。然后这是题外话哈。那么呢，接下来呢，老头想要先做一下东西哈。那个我们的 DNA 呢，已经老头已经用了，所以说剩下基因一，到时候可以收集多一点。老头想要先把枪的部分都学完哦，然后机枪塔也有考虑啦。机枪塔其实打 BOSS 很好用。我这样子好了，等到 DNA 有了，我们先学机枪塔，到时候可以拿来打 BOSS。然后我们枪已经学了，哦，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做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我记得这边也不是这里，这里啊，对，斧头，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好了，铁制的十字镐，我记得材料收集够了。有没有已经备妥了？应该够吧？到25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Yeah！哇塞，有这一把的话，我的天呐、换掉，换掉。放哪里？滚！把你给换掉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一个，材料应该不够了。没错，材料不够了，我们到时候再回来继续做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前往我们的三间湖啊，Let's go！好，我们来了三间湖，哇，意思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承载着我们的热气球吗？哇，下面有一只好像是梁龙的样子。等下这些都可以扫描，前面那是苍龙，这可以上去吗？是吗？这个花可以，这个花蕊可以拉吗？等一下，我要在这边挖一下矿，这矿石可以挖，看得出来。哦，用铁镐挖真的是非常的屌啊，挖出来的数量非常的多。哦，这边没有一棵树。我带着我们的扫描机，哎，待会就有的扫描了，我们上来吧。拉，呀，启动，哦，飞起来了，各位，哇哦，灰龙，扫不扫得到啊？哇塞，这好高哦！我的天呐，坐热气球就是这种感觉哦，只是没有 4D 的感觉而已。那是梁龙啦，没记错应该是梁龙，这绝对是梁龙。我扫不到，距离太远了，我可以跳下去吗？不行，想太多了。那个是，这个是，忘记那叫什么名字了。海中的另外一个蛇颈龙，蛇颈龙，想到蛇颈龙，
应该扫得到，有了。梁龙解锁两个。嗨，你好，梁龙哥哥。今天过得好吗，梁龙哥哥？哇塞，超大只的 ！Oh my god！ 五齿翼龙牙种，五齿翼龙牙种低型。哇！哇哩嘞嘞，超级大只，然后古前的生物跟我们相比，真的是差十万八千里。想躲嘞，鱼鸟是不是？啊啊，跟巴罗嘞，哎，消失了，好好玩啦、哦。其实这样子还不错，你知道哎，看风景还不错，还不错的，不行。哦，我想说你要让我们扫你嘞，嗨 ，hello。Hello， 他们一定觉得说，哇，这是小、哦，他们很害怕，有没有？这是小，看到鬼了这样子，啊、哦，直接飞走了。我们到洞窟里面去了。前面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我的这个扫描器有显示它的纹路。这个应该是杰克逊，看不太清楚，好像是总头龙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阿诺伯基啊，扫不到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从这里降落，没问题。好哦，雷豪啊！哎、欸，奇怪，碳龟有这么小只吗？这碳龟宝宝吧？光之后碳龟有这么小只？没有吧？算了。方舟的碳龟把它巨大化了，其实是真的碳龟长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物理啊，他生气了。我们这样欺负他好吗？阿龟没反应呢，阿龟，乌龟没有反应，结束。好啊，离开这里了，这里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我们上去吧。好、哦，这里是哪里？马上就可以扫描了。别走啊！四肢亚种 A 型，这边有一个鹿哥。What the fuck？你要去哪里？哇塞，太靠近也不行啊，错失良机。镰刀龙你好，是我的，不要跟我抢，好不好？扫描在哪里？梁龙，哎、欸，不是那个巨蜥，巨蜥，超大只巨蜥，哇，他嘴巴好恶心哦，一堆口水，垃圾口水，林北被照啊！我看一下我们刚刚到那个地方，哦，我们 DNA 全部都收完了，12个刚好全满，太棒了 ，perfect。直接去穿云天穿云电梯吧 ，Let's go！ 哎、欸，为什么这里已经有四个 DNA 了？难道说就是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他直接把它并入在里头吗？不管了，反正总而言之进去就是了。哎、欸，还真的呢，就是这个地方了。这些我都扫描过啦、啊，所以不能靠太近，靠太近他会跑掉。有哪两个了？你可以滚了，滚！啊，那我这边怎么解？他说这边哎呀，烦死了！这边六个 DNA， 我还有六个要怎么获得？重点这六个要怎么获得？啊，原来在这里啊，西吧。
Hello, baby. Whoa. Wow. What's happening? Oh. 伊特龙。让我扫一下。Oh my god, 这么凶啊！哇哇，要求，凶嘞！啊，什么声音那么吵啊？不要吵，吵死人了！可以把它丢下去吗？喂，水！哦，来不及扫，喂。哪里？看到了，高的声音，哇哦 ，amazing！ 哦、oh，hello， 哇，失败，可恶。就这样失败了，还要抓准时机收集 DNA， 麻烦了。这样子我们剩多少啊？可恶，不能按，这里不能按。哦，到了，我们到了。哇！哇！又错失良机了，可恶！够错失良机啊！所以说这个 DLC 是连贯的，现在应该是到第三张图了。那个飞龙台，等一下我们来看，可以看一下飞龙。哦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飞龙哥哥。哇哦！这个地方感觉就是很酷，风神翼龙。酷到不行欸，有一个，好，我们快干嘛啦？我们来看，稍微看一下好了。不能切换了。哎，这讲的不是我要讲，这 BGM 怎么那么不好听啊？哎，是我错觉吗？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好lag？你们看应该是不会啦，我的视野是还蛮lag的。这张图我觉得优化没有做好，跑掉了。我想要去扫风神翼龙，扫得到吧？哇，他的巢穴。哇，小风神欸，我获得了战斗关卡死亡峡谷的翼龙。哇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What's happening？ 风神翼龙抛弃他的小孩了。风神翼龙去哪里了？这个地方好混乱，而且好累格。我只能说这个后面的优化真的做超烂的，我头有点晕了。哇，终于有肉了、欸！肉要给谁吃？过来呀、啊！哇哦！哇哦！哇哦 ！My gosh！ 哇哦！大蜈蚣啊！我错过了，这一关好多我都错过了。说真的，
飞龙台啊，飞龙在哪里？可以看飞龙，飞龙在哪里？那我这个漏沙干嘛？看来这边就只是很单纯的有风声，一龙没了。好，算了。啊，为什么叫飞龙台呢？一只飞龙都没有，你叫飞龙台，太令我失望了吧？然后这个地方又那么累格。啊，算了，我今天差不多玩到这里结束了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喜欢我影片的人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公园啊，就要前往战斗的模式了，我们就要去打战斗了。啊，我们下一集可能应该是打战斗的啦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次结束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